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西市政做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疗愈大家的心，看看艺术创作的魅力，更重要的是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终身学习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为你邀请到我们基隆社区大学视觉艺术生活美学的三位达人、三位老师。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社区大学青年土创作老师刘凤珠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凤珠。老师好。第二位呢是我们蝶谷巴特拼贴彩绘老师李丽云李老师。大家好，我是李丽云。老师好。第三位呢是我们缠绕画老师房文华房老师。大家好，我是房文华。哇，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被满满的创意还有幸福给包围，因为在人生当中如果能有时间慢慢的来享受做些自己的艺术创作，那是很棒的事，不管是你自己亲自去做或者是你学会欣赏，那就让你的人生很不一样哦。我们要请我们的刘凤珠刘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咯。社区大学的课程非常多，光是静态动态的就有100多种，而老师可以在这么多种当中一直屹立不摇，可见他的课程是跟上时代潮流，不只要创新，而且还要有创意。要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与时俱进，最近有什么样的作品让你觉得很有趣？好，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在这个社区大学服务已经15年以上了，然后我是专攻这个人形公仔，那人形公仔里面我就有分Q 版公仔，还有写实公仔，然后花艺的，那今天也带来很多东西，然后有甜点了，仿真的甜点，然后一些可爱风的造型。那至于时代潮流的话，我是结合现在流行是什么，就是现在小朋友爱的是什么，成人是爱的是什么，然后小朋友现在从皮卡丘延伸到这个。来，这个是角落生物开始哈，他们超喜欢这个角落生物，因为角落生物超属于那种很疗愈的感觉。那我在学校教角落生物的时候，小朋友他们还把服装啦、衣服啦，然后那个鞋子啊，还有书包啦、铅笔，所有角落生物的一些物品通通带来。你看这个商机真的是很大，对，然后而且要卖的比较贵，所以现在不用担心，自己做就好，对，自己做就好了。所以在学校他们就做一组那个角落生物聚餐，就是餐会，然后他们在疗愈当中，他们是有吃过什么食物，他们就把它做上去。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那种感受到他们很安静的，然后又很创意的去陶醉这一个这个可爱公仔里面，我觉得非常有很棒的那种效果出来，所以随着时代潮流就进阶到这样子，真是超可爱的小朋友的。那成人呢？成人的话，我们这一期社大我是开一个就像席子上那种古厝，我们就是自己建古厝。古厝的意思就是说，在每一个中山区或者7个大区域里面，每一个区域里面，它有一砖一瓦，一砖一瓦的造型，有没有？我们用珍珠板去切割，然后再加上粘土下去包覆，然后在结构里面，我有盆栽啦，有花艺，有猫咪，因为现在很流行那种小朋友都养宠物的，所以我们把那个猫啦、狗啦都架上去，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一堂课的公仔系列，然后整个结构呢，每个人建的屋子都不一样，所以他们都好疗愈了，见到不眠不休在家里，有没有？回家还在制作，然后还来一起分享说，在脸书里面分享说，我们都睡不着，然后一直在做一个好像设计师自己建自己喜欢的一个房子这样子。是，所以改造家里真的很不简单，但是你可以自己先自己 DIY 自己的小庭园，来感受一下自己想要居住的美丽环境哦。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课程要推荐给大家？我的课程我接下来就是来，因为我们基隆海洋，这个讲到基隆，人家很多外宾来就是要来吃美食。那什么美食呢？除了庙口的美食以外，就是来吃海鲜。没关系。吃海鲜，然后这个。这些海鲜都是用粘土所做的公仔，很可爱。然后有鱼啦，有虾啦，哈，来这两盆的那个鱼类都超丰富的。然后我们现在很流行，12月刚好有那个螃蟹、三点蟹啦，哈，这一些我们都把它栩栩如生做下来。这是下一期我们要推广的一个课程。
对，哎，我刚刚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赶快去拿一张卫生纸垫着，因为我怕它那个等下会有汁留下来。就没想到它上面都是用很特殊的材料来进行制作的，而且重点是它不只是捏，而且它还要有拼贴彩绘的功能在上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很棒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李丽云李老师了。李老师，他自然从一开始的纸蕾丝到现在的蝶骨巴特拼贴，运用在各式各样的作品上，当然也是跟上时代潮流有不一样的创作方式。我们要请李丽云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最近有什么新的作品。大家好，我是李丽云老师。那我常常提醒我的学生，就是要适时给自己放个假，那享受不急不徐的生活。那台湾人嘛，都讲究速度啊，要效率。那生活其实可以有不一样的速度跟步调。那蝶骨巴特其实呢，是很十足的，有很十足的趣味性在里面。那你可以把你的作品做好了之后，你会很高兴的来欣赏你的作品，跟学生老师一起分享。那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资源回收的东西，因为你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它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你再转送出去的话，那种心意是不一样的。那在创作的当下呢，你的心绪会有临场感。那最重要的就是在创作的当中，你可以跟同学老师一起讨论的创作的细节，那学习的效果会更好。那我这学期呢，我们就是跟上时代潮流的话，我大概就是这个，我今天带的比较小，这个是就 pub 里面的那个酒瓶啊，小的酒瓶。那其实我们可以用进口的那个酒瓶，更大的那个都可以来。米酒瓶也可以吗？米酒瓶也可以，只要白色的都可以。我们要就是要做处理，把它弄成雾面状的这样子，那再贴上那个。那我想说，基隆是渔港嘛，所以我就比较喜欢贴鱼的东西，渔猎的东西。那再一个就是因为圣诞节快到了，我这学期也会给学生做一些圣诞节的东西。哦，像这个上面这边都可以放一些灯啊。就 LED 灯都可以。那这是我这学期的。那下学期我最主要是蝶骨巴特，你到后来你一定要学彩绘。是。那我下学期的就是这个灯箱这种彩绘，这是属于俄罗斯的彩绘，它是很疗愈，它不像我们的那个双边渐层，就是笔沾双边的颜色图画一画就可以，这个是要慢慢一层一层叠上去。那你叠上去之后呢，你在叠的那个心态，你会觉得说这朵画完成后会是什么样的效果，你那个你会慢慢的一直一层一层的叠上去。所以现在我们这一周是第九周，第四周到十八周我会给学生是做就是俄罗斯的那个笔法。笔法一定要先练，你笔法没有练的话，你没有办法。平涂的话，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画那个花型出来，是一定要笔法要先学好。所以我们从第十周到第十八周会给学生先学笔法，因为这个俄罗斯很耐看，他们都很喜欢，一直一直教说可以现在学嘛，但是不行，还是要先把笔法练嘛，就基本功要练好，练好的话，你再来做这个俄罗斯的彩绘，它会更漂亮，对，就会得心应手。是。那很多民众其实还不太知道蝶骨巴特到底是什么，虽然我们都有采访过，我们都知道，大概也看过，都觉得很有趣。要不要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蝶骨巴特啊？蝶骨巴特其实它就是举凡家中不要的东西啊，你都可以拿来贴，就是你可以用德国进口的餐巾纸，你可以用拼贴专用纸，你可以用棉纸。那拼贴专用纸的话，就是像我们的月历，你可以拿来弄，可是它很厚，你贴上去的话，它会有那个印在。可是我们会在教学生怎么去把它撕一层起来，怎么撕？那撕有很多方法，你可以浸在水里，但有一种就是你用手沾一点水，你要找出它的顺向或逆向。如果是顺向的话，你一搓它就一整片，像你夏天晒太阳太久，你那个脱皮啊，这样撕下来。你如果是顺向的话，就很快就可以撕下；你逆向的话，就一点点一点点。可是我们会先教学生找那个顺向跟逆向。对对对，它就是利用一些漂亮的色纸之类，纸有图案的，布也可以，布也可以，就撕下来之后，你可以把它运用在你的日常生活用品上，这是很大的魅力哦。等一下老师会来示范给我们看。是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房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了。好，
我们今天我今天有带来一些这个啊，这个是基隆现在目前最夯的，就是收行率最高的就是彩色屋，在正滨渔港哈，所以我又用这个发想来做一个鱼背上的彩色屋，好，然后加了彩色之后，然后再把它缠绕。哦，就很简单的把我们，所以是颜色先上去再缠绕，对，我就用很简单的水彩粉饼，就是一盒就是很大概100块以内的，然后教大家教学员们简单的上色技巧之后，然后再用简单的缠绕图样把它画上去。哦，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疗愈嘛，对不对？我们不能说缠绕画它有艺术治疗的功能，可是至少你可以借由手中的一笔一画，慢慢的疗愈自己。譬如说，你觉得很忧郁的时候，你就拿起纸跟笔来慢慢一笔一画。哎，你在画图的过程，你也放松了，你也达到疗愈的效果了。那这个课程呢，我又把它延伸。像鱼的书签，像这样子。我知道现在人很少看书了，可是你会不会因为做了一张书签之后，好吧，那我去书店买个书来看吧，不要再看手机或是电子书什么的啊，或是玩电脑游戏。好，慢慢我们回归到刚刚李老师讲的，回归到慢慢步调的生活，我觉得那样也是不错的哈。这些都是我最近在课程里面示范的一些作品。都是非常色彩缤纷的。然后他的延伸创作呢，这个是一位我的缠绕画的认证老师的朋友，他叫做Vivian。他在 IG 上面他是用 Zentangle Cookies 饼干啊，对，这个是用饼干，然后他用彩色糖霜，用挤花袋的方式把缠绕画的图样挤在饼干上面。哇，我们曾经拿到他送的椰蛋礼物，就是一包的一小包，然后椰蛋树形状的那个饼干，我们都舍不得吃。他说可以放很久，你可以放到第二年没有关系，不过我们还是放了大概一两个礼拜就把它吃掉了。真的是甜在心头。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他用三角形的形状的饼干。好，哇，好漂亮，好，然后还有正方形的，它上面都是用彩色缤纷的缠绕画啊来做延伸创作。然后他还受邀到那个糕饼工会去教缠绕画，哇，教他们如何用缠绕画来做糖霜饼干或是彩绘蛋糕上面的装饰，这样子。老师你也可以，有，可以。这个我顺便讲一下好了，这个是摊展的部分，我就是用这个是月饼，这个是用黑拿颜料，印度彩绘颜料下去挤在。某个海边的石头上面，我不能说是哪一个海边，因为现在那个海边，我是在进剪之前剪的，我要先声明一下，所以我没有违法。啊，这个石头，其实我没仔细看，想说是月饼还是柚子，看起来很像，对不对？啊，所以它的延伸创作，我教缠绕画，我也教印度人体彩绘，我是跟一位莎拉老师学的，好，还有一位 Sandy 老师学的，啊，这个是我们在去年世界音乐节蜂巢音乐主办的啊，这个好像是第二个部分的，不过我稍微带一下哦，这个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些延伸哈。比如说你学会了之后，我觉得缠绕画它是很多艺术的基础，你学了缠绕画之后，你的手会有一个手绘的习惯跟稳定度，你来学任何艺术我觉得都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是，譬如说我有一个学生，然后他去学书法，他觉得说，哦，老师，我的书法老师欧罗瓦工，你书法写得很像哦，很好哦，就第一堂课也就可以有这种成效，那是因为你学过缠绕画的关系。哇，好，那这个是我们摊展的一些我们这个都是缠绕认证老师，对，然后就是摊展的晚上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是我把它延伸再变成一个书签，我把它用黑拿颜料，它是印度人体彩绘的颜料，然后这个我是用亚克力颜料在黑色的书签上面下去画的，好，然后这个我就用黑色的彩绘笔在石头上作画，然后把它放在那个 IKEA 的相框里面，再加上一些木头，这样就会有一个装置艺术，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画框。
这样子。然后这边也有一些书签的延伸，好像这样子的，我就结合了印章，还有彩色的油墨哈，然后下去染色之后，好，然后这个结合了像是胶带，好贴上去，好，这个等一下有空再稍微仔细介绍一下。哎，真的很漂亮啊，因为材料的话我知道就是简单的线条重复化，是就会变成一个很复杂，大家觉得很神奇的一个一种艺术创作，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人家老师也会示范给大家看，对不对？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其实你学了这些东西之后，你不仅疗愈自己，你还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我们要请刘凤竹刘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很多东西青年土都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的作品当中，学员的反应回馈一定是超过你想象的，对不对？对，其实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就是把生活里面结合到艺术里面去。譬如说，很简单的在家里，做个多肉植物有没有？美化自己的环境啊，像这样子一个吊饰吊在家里，是不是很漂亮？是。不管你是花或是草，有没有就可以自己手做，全部都是自己所做。然后做完了以后再结合上色，那就会很逼真的感觉。然后还有可以用到生活上，像这种小朋友给我做一个胸针，也很可爱啊。还是说我们来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小的磁铁。哦，连在冰箱变冰箱的好朋友一样，哦，这就装饰家里的。其实装饰家里很多东西，像这个一个小小小的一个牙签罐，它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客厅上面，可以做一个譬如说吃东西的一个小叉子啊，哈，小牙签一样。那在这里有没有？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办公室哈。疗愈的东西，譬如说，你今天在办公室很无聊，然后觉得，做自己手做一个很可爱的公仔，你放在那边，你自己用个自己的名片或者是卡片，这样是不是很可爱啊？又疗愈又可爱，然后装饰自己的一个办公室。然后其实花艺方面的话，你看，任何的粘土它都可以做出任何的一个事物出来，它可以疗愈在生活上，这样子也很美哦。头发、发饰都可以哦，然后还有。结合我们的一个包包的一个吊饰，其实很可爱的一个小公仔，这都是结合我们在生活上。其实，在生活上，对，很简单。在我的教学领域里面，其实你说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第二专长嘛。对。那第二专长他可以做什么？他就是给了他的这个手做的东西有没有？还有技巧，然后他去延伸，譬如说他可以考街头艺人。然后，如果是我们基隆有活动的话，他可以跟我一起参与做活动，他也可以有收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基隆的咖啡厅有一两家，需要我们这些摆饰的话，我们也是把造作品摆在那边可以贩卖，这都是属于一个你说看不起来，对，另类一个收入哦，其实很棒哦。像我们基隆已经有两家的咖啡馆运用到我们的作品去那边摆饰，那也有客制化的，所以老板很欣赏我们这一些手作。好，这是我们应用在生活上的东西。刚刚说到那种咖啡馆，一定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些真的很厉害的甜点，老师要介绍一下。对啊，你看这甜点，其实它的材质非常的多种。其实粘土，讲粘土两个字，它粘土里面有分很多的层次的粘土，水果好像有透明土，有对透明土啦，哈，青土啦，还有树脂土啦。好，这些土质有没有再结合一些我们的那个油彩，它就可以变出这样的效果出来。然后就主要是上色的上色技巧，还有手做的技巧。那像这种你看布雷也很可爱哦，有没有好像很好吃的感觉，又娇小。那这个在咖啡馆如果摆上去有没有以为是真的可以吃的，没错。那咖啡馆也有结合我们，如果他有卖什么舒芙蕾，我们可以帮他做舒芙蕾，这叫做客制化。对，而且不止这些甜点，而且老师你旁边那个是不是干妈店？对呀，这个是来哇，这个真的超好吃的，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真的超好吃的干妈藤哦。这真的是青粘土吗？对呀，这全部青粘土做的，然后再加上上色。它有特殊的材质下去，有没有？那你看爆米花，对吧？对，然后汉堡，对，这一些都是你看可以在生活中结合起来的。然后其实艺术是无价，你说它要去卖多少钱，就看你个人的作者去对，你可以结缘之类的就送给他，没错，当然也可以增加点收入，真的是很棒的哦。好，那接下来就访问那个李丽云老师了。老师，你有没有在这个作品当中，学生给你的回馈让你无法想象？就是比较贴近生活的，那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的五官。当中视觉
它是其实是发挥很大的功能啊。那它可以深深影响人类去建构其生存，它生存生活的这个生活依据。它的力量强过你的听说读写好的功能，但这些视觉影像如何被传达出去或传达的讯息，正是到你在向这个艺术教育，希望我是希望学生他们能够去观察这个现象，引导学生去自我诠释这个产生的觉察力，还有原创性，哦，那有意义又有价值去想象这个空间。那像我的话，我大概就是比较贴近生活的，就是像我们的，像我这个玻璃盘啊，哇，这个玻璃盘其实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是从背面开始做，那你前面一样可以放你的水果，你可以放饼干，你可以放很多东西，这个都可以用到，这个都是很可以放热的吗？哦，热的 OK， 哇，对对，因为还特别烤，因为这一个本身它的材质比较厚，不是像 IKEA 卖那种比较薄的那种比较不行。对，那像这种都是很贴近我们生活上可以用的东西。哦，那还有像我们的托盘，就是人来的时候你可以饼干啊，还有那个杯子啊、水啊、咖啡啊，都可以放在这样盘出去，这都很贴近我们生活的一些作品。那像小孩子的便当袋，你也可以这样做。对，便当袋你也可以这样做。这好厉害哦！对，它这个是马蹄袋去做的，马蹄袋的。那你贴出来的话，你就是跟人家的袋子都不一样。要贴自己的照片上去也可以啊，你照片你可以再去做，再去把它弄薄一点，直接贴上去也 OK 啊。对，所以这都是很贴近在我们生活日常当中可以做得到的东西。对对对，哎，真的很棒啊，就不见得大家也不好意思拿，因为知道哎这是你的啊，如果你再把自己的头贴上去，那就大家更不敢拿，还会送到你的手上还给你。对对，这就是艺术的魅力。那我请黄文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我的作品哈，哎，感觉起来你们都彩色，我都是黑白的。其实我们也有加一些彩色的元素，像这个是在中山区卫生所他们的关怀据点，就是一些乐龄的阿公阿嬷他们的作品。啊，你能相信这个是80几岁的老人家，他们都是受过日式教育的，所以他们把一些祝福的话写在提袋上面。好，他们在上我的课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次拿笔，啊，就觉得啊，我那样搞可以画出像这样子那么不简单的作品哈。然后他们上完课都觉得蛮有成就感的。这个就是他们回去会跟他们的阿孙啊、他们的子女分享，然后之后就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然后进一步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啊，那其实我的作品就可以延伸在，譬如说咖啡提袋。像这样子的提袋很简单的，好，你可以用黑白的来表现，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彩色的，像这个就是紫色的油性笔，你一定要用油性笔，要不然你这个水一晕的话，它就整个就会堵塞，会晕开。对，所以画完之后建议用熨斗再把它烫一下固色。好，所以这个就是都是非常身边经常可以看得到一些东西。我一个也是认证老师，他跟我订了100个小零钱包。他说，哎，有朋友看到他画的小零钱包蛮好看的，他是用缠绕画油性笔彩色的方式来画，然后他的老板就跟他订了100个，然后要分送给他的朋友。像我在社区大学的成果展的时候，我都喜欢用 DIY 的方式来跟大家结善缘。比如说我们这一期的成果展，它是接近过年前，刚好前一个礼拜画红包，对，我就画红包袋，就免费的，我就有一些油性笔放在桌上，然后比较精致的那个红包袋，然后我就教他们简单的比较吉祥的图案，好，就他们就画了之后，哎，就可以拿回去。对啊，哎，如果说是老人家的话，啊，我尾这波好啦，都是小辈的，就是一些小孩子啊，或者孙子辈包给他们。我讲不要给你提，等于给恁孙那个，来，这阿妈给你，阿你爱包高高啊，喊我，蛮好玩的哈。这些都是他们的作品。
啊，然后这些呢还可以把它做成像这样卡片，这也是我刚刚去中山区卫生所他们那边上的哈乐龄课程，他们也是都很厉害哦，一笔一画，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片段好填进这个网络图里面。好，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为什么？我在想说他们年纪那么大，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国外的一些艺术，可是经过大概十堂课左右的练习之后，他们都可以很轻松的，大概指点一下，跟他们讲一下，他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一张作品完成，而且他们脸上那种很有成就感的笑容，会让你忘记你的辛苦，自己的辛苦。其实备课也蛮辛苦的啊，而且是要对于，如果说你对于程度很高的学员，你想的教案跟像这样他们连笔都拿不稳的一些长者，他们的教案你要让他们画得开心，那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把禅让画推广出去的一个真正的精神。是，就可以看到学生的满足跟成就感，那真的是任何金钱都换不到的，而且还可以营造更好的生活。我大概几年前在长庚前人湖院区当志工，那边有一个心灵花园的设置啊，它是禅让画部分，就是我帮他们建置起来的。然后这个我把他脸贴出来，因为保护个资哈。然后这是一对夫妻，因为他们那边都是住一些长期的住院医疗的病患。然后这个太太她是个陪病者，然后后面轮椅的是她的先生，她的先生脾气不是很好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夫妻一起来的时候，她先生就冷冷的在旁边，然后她太太就坐下来，哎，好吧，就画画吧，啊，就越画越有兴趣。后来我就送她一本空白的册子，她大概我隔个。第二个月他再回来的时候，然后他那一本都画满满的，哇，超厉害的，两面哦都画满满整本这样子，而且都画的线条非常密。他说我无聊的时候就画啊，我人家没的时候我就画，我不爱插伊啊。后来画到最后，他先是笑着坐在后面看他把作品秀出来让我拍照。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一直想要从事志工去推动这一块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跟满足感。哇，所以可以听到很棒的故事。没想到禅让画可以帮助吵架的癌症病患，哇，就变成家庭气氛变得很和谐，然后这也是很大的一股动力哦。那接下来除了疗愈心灵之外，其实学这些艺术作品，还有的人他们很精进哦。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段影片，就是刘凤珠老师带学生参加2020无人飞机创意设计竞赛的航空文创，他真的很厉害，一个教室包括了所有的金奖，反正前三名，然后特别奖，通通都是他们。一块看看，是我们社区大学的同学，很多位参加这次我们那个云林县政府所举办的一个航空比赛，他是在中华科技大学校园里面比赛，那也是有航空文创这个协会下去一起举办的一个很大型的航空文创哦，还有航空的类别组，我们的学员以航空的只要有跟航运有关系的，不管是天上飞的哈，海面的，所有的一些航空技能，二三十件的作品过去，然后我们也得了奖项，非常优厚的奖项，就是前三名，还有一些创意奖，然后艺术奖、创作奖，哦，这个都我们拿到很多的奖项，真的好厉害哦！一口气抱回了这么多奖项，看跨年龄层的学生们发挥创意，展现对航空的想象，每一件作品都获得评审肯定。因为我们的作品相当的精致，那有地球的，然后你看这个地球这个作品里面呢，它把各国的所有的地标都哈捏塑上去，而且它才我们的二性高一而已的学生，那我们的作品打败的那个强者就是有一些空厨哈，还有空姐、空少。不止抱回前三名，还荣获各单项奖项。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也特别到场颁奖表扬，一起感受基隆之光的荣耀。
真的很厉害，而且刘老师要带你的学生真的都很优秀，而且不止抱回很多奖项回来，其实教室也是满满的都是学生的作品，冠军作品。我们要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像这一件作品，就是我们去比赛是一个今年才升高一的一个学生，而且他是从小就到教室来学习美术跟粘土的手作，然后也有拿证照，所以他很多元化的，所以他这一次的比赛以航空为主，他就做一个他自己哦飞翔，因为他还没出国过，他觉得说他可以这样子坐的飞机这样遨游这个全世界，那世界里面有马祖，因为他里面有架构一个马祖的保佑，然后把所有101啦，我们台湾啦，还有各国的俄罗斯啊哈，美国啦，哇，双子星到处都，他把每一个地标哈，加拿大的那个，通通把它做出来，结果在里面变成一个佼佼者，他。功非常细腻，而且他还有母女档，因为妈妈有没有？妈妈也是在我们社大里面，也是也有一个作品，也是去参与，变成一个创意奖。妈妈做的很可爱，因为妈妈非常喜欢熊宝贝，所以她做了一架飞机熊宝贝，有没有？然后她自己也会钩针，自己又把它钩一个帽子，好像飞行员一样。然后有还有一个披肩，你看飞翔的披肩。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游乐园，这是他妈妈，所以两个都有得奖，超厉害的。所以我带领的学员不止说，我们来社大上课，我还带领他们到处展览呐。那他们展览以外，他们像我们还有受邀到苗栗去展览，也将近400件的作品，然后从人形到花艺到多肉到甜点，差不多有6项的大主题出去展出，所以想。在那边当地响应非常棒的那种效果出来，所以说基隆之光不止在基隆发光，也要到外县市去发光。然后我们还带他们到所有的，譬如说我们基隆一定是第一站在那边展出嘛，像我们的鸟所有的作品，第一个除从社大一期的作品出来，我一定第一站到基隆展，展完了以后就往后譬如说到外县市去另外一个舞台，就是中立艺术馆啊。还有国立新竹国立那个美术馆，全部都展过，客家文化馆也有邀约，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有在基隆在地的在一个教室里面手作，我把他们的作品全部都推到外面去，让我告诉他们说不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一起分享，大家分享这样子。然后我还教他们一些譬如说拿证照的部分，培训他们拿人形公仔的证照，还有花艺的证照，然后培训他们到各学校去教学，因为这样子让他们也有一个成就感。这样子哇，所以真的很厉害耶！不止的比赛有得名，而且重点是把学生变成老师，这是最重要的目的哈。那李丽云老师也是吧？学生都好优秀，对不对？对，那我学生大概就是没有参加什么比赛，但是我会辅导他们，就是领证照，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阶段，他就是想要突破，想要突破。对，那有时候他们没有这张证照，那个里长就说没有证照就不让他们教，所以一定要有证照。对，那我大概会有学生就是辅导他们考迪胡巴特拼贴彩绘的证照，然后再来就是家饰彩绘的，家饰彩绘的，还有就是欧式紫蕾丝刺绣的证照。对，那这些证照他们考了之后，他们就再一次的肯定自己，因为这个都。不能做假嘛，一定要现场做啊，一定要现场做。所以他其实不是说每个学生都可以考，但有的学生他会想说，啊，我就是来休闲的，我乐活，没有要这张证照。嗯。但每个人想法看法不一样，他做出来的事情就绝对不会一样嘛。所以有需要的他们就考。那像我现在目前就还有3-4个学生。陆续在考迪古巴特跟那个家饰彩绘的证照，对，那就辅导他们慢慢这样，那也让他们自己跨出那一步，就是教学相长，里面一直都在学，但是你跨出去去教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学生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它为什么会这样画，不一样的那个效果，所以让他们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站稳，这样子画出去。对，真的你说的对，就是学生的心态不一样，其实就要给他不一样的内容。对，像就是想要突破自己的，他就会想要考证照。不过我今天也长知识了，原来还有家事才会证照。对，那内容是考些什么？家事才会一样就是考一些木器的东西在上面作画。哦，对对对，像譬如说。他就发给你一个椅子，对，他就可以开画，有一定的木器，对对对，都实用的，就跟家是要垫汤的那种垫子啊，那木器啊，中间就是一个大的，就是就是石器的东西啊，那旁边是木头这样子，哎，那个垫，那个你在热的汤垫上去，那个也不会怎样。对对，长知识了，长知识。今天我终于知道，哦，原来还有这种彩绘，对对对，还有叠古巴特的彩，那个拼贴的证照，哇，真的太厉害了。对对对，好，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学习模式跟方式就会展现出不一样的自己，这也是很棒的。那要请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了。我是基隆第一位缠绕认证老师，就是官方认证的哦。那我后续陆陆续续在基隆社区大学也带出了大概7、8位、8、9位的，也是正式的官方认证老师。我为什么这样做？我是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训练出一堆认证老师来跟你抢市场这样子？其实我是用一个教学团队的概念去经营我们的团队啊，像杨嘉玲老师就是我现在目前在基隆社区大学协同教学的老师，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教学的共识，就是说如果说需要哪里需要资源的时候我没有空，好，那可不可以请某某老师去那边代班 tap 卡，或是去代理一下，所以相对的之下，我们的课程就可以很广泛的接进来，也可以很群体战，说得好，群体战哈。所以呢，再加上摊展，现在基隆觉得好像要起飞的感觉啊，所以各个地方几乎每一个假日，你的摊展你都会接不完。如果说你真的有心想要走这一块的话，譬如说要塞司令部。星空电影院，还有委托行街、朝庆公园，对，还有镇滨渔港那些，不完哎，对对，就是，所以我们这些老师就是有他的群体战的功效了。好，比如说，哎呀，我这个礼拜我要去去受什么教育训练呐？哎，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代办一下？啊，那边需要人手帮忙，你可不可以 cover 一下？哦，这就是我们互相支援的最终目的，这样子。也把我们的课程宣传出去。对，那这个是一个部分。那我也会带学生去参加比赛。哇，好像这是前年的。美妆哎。对对对，然后它有一个延伸艺术，譬如说印度人体彩绘，然后还有缠绕延伸艺术，他们都有得名，因为他们都是很棒的认证老师，也有学员参加啊，就是他们有兴趣，我们就会鼓励他们一起参加这样子。然后我们也会办，譬如说。到故宫，现在青花瓷口罩是不是很夯，对不对？好，可是有些人说那像骨灰坛，可是我觉得青花瓷那真的蛮漂亮，很典雅哈。所以我们有一年就前年就是去故宫去参观那个世余星，它是一个常态性的展出，现在应该还在展哈。它都是介绍元宋明清那时候的青花瓷。那我们把青花瓷这个，我们是请一位马老师，他是在故宫当导览职工，我们请他，他也是我们的认证老师，好，在台北教课哈。然后他就帮我们导览，然后回来之后，因为我们刚好那学期是上青花瓷的系列课程，好，就是把这些的概念带进我们的课程里面。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安社大来一起办展览，好像这次上次的话，我们就是在秀山国小，就是好几年前在秀山国小好办的展览，这样子。我觉得办展览哦，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动力。你为了要展出，你就必须要去创作。譬如说100幅，你就要创作100幅出来。对，譬如说我们去年在海科馆的展出，就是
大概有50幅作品，是一幅有些同学是2幅，有些同学是3幅一幅都不等，所以他就是必须要花时间来创作，花时间来创作，你就必须专心把这个部分完成，然后你就会有动力继续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是等于是让他们有一个表现的空间、展演的空间，一个场域，很棒的场域，让他们觉得，哎，我这为了不是被资源回收大片做，我是可以把它装框了之后，然后把它放在我家最显眼的地方，然后有客人来，哎呦，你在那呀睡呀、啊？因为我最近在教的都是一些乐龄班，我台语我就很自然就脱口而出，你在那呀睡呀、啊？哦，我跟他较好的呢，你这是你都一哦呀，哎，你的课程就推广出去了，来来来，我们老师教的很棒，来一起来上课。好，有些的课程像李老师跟刘老师他们的课程可能都是口耳相传，也有可能是网络传播，都是靠自己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你们都超厉害，可以屹立不摇这么多年。对啊，还有摊展，像我们其实我们这几位老师都是基隆社区大学的摊展的基本咖，因为我们就好样哎，你主任还是专员拿叫的，哦好，后来我瞧时间觉，然后就会很相挺，基隆社区大学的一些，譬如说有一些在地的展出啦，或者黄蜡石馆，因为我们现在社区大学在推黄蜡石馆，好，所以我们尽量有可能哈，就是尽量去那边摆个小摊呐。虽然一块钱，可能有可能一块钱都没有收入，只有材料费收入，简单的1-2千块收入，我们还是甘之如饴，因为我们会把每一个学员当作一个点来经营。你点后面是很多的点，点很多了之后就串成线，线多了就变成一道面。如果说你用这种很沉浸的方式去推广你的学科学术的话，你的心态会比较正确，你会走得比较长远，是这样子。对哦，真的是眼界不一样，就是做出来的事情就会不一样，这就是感人的地方。那所以当然也有很多令人心动的故事，我们要先请刘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教学当中很多感人的地方，真的像现在都是比较长者的那个时代了，为什么少子化了嘛，然后就变成像我去教学，譬如说中山区卫生所、信义卫生所，还有西吉的伊甸西吉，还有一些日照的，这些都是非常感人。为什么？譬如说我遇到现在的长者都是80-90岁，还很健康，然后而且是夫妇一起来学习黏土，哎，真的很幸福，看在眼里，就是啊，他帮他这样子，而且老夫老妻，然后来这边一起培养你侬我侬，好像捏黏土一样，很有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我看在眼里，就觉得说我以后老也要像这样子。为什么？他那种小地方跟那种小细节有没有？譬如说先生不会，他就帮他搓哦，还是帮他画那一种感觉，哇，好温馨哦，这样子那种让人家有一点那种很佩服的，还有羡慕的感受，所以最近我接到一些都是教学的那种样子，都是属于很蛮年纪高的，就是70岁到90岁，都好高，然后都夫妻档很多。如果是单独来学习的也有，就是说，譬如说他会用这种他喜欢手艺的，他用黏土来做疗愈的。那还有一个是母女档，然后3位，他觉得怕妈妈在家里70几岁了，一个人在家里会失智，因为你没动的话，真的会失智。对，所以那个女儿有没有？就2位女儿就嫁着他来教室学黏土，而且他做那个屋子还做得真的很漂亮哎，而且做得好开心，他不知道他说黏土可以玩得那么开心，然后他不会从一开始进来就是从猫咪开始，他觉得说哇那猫这样捏就可以那么可爱，那么勾追这样子，然后还加上彩绘，他觉得超好玩的，因为家里也有养一些猫，他觉得生活上的东西可以结合到黏土来，他觉得超开心的，然后就玩得不亦乐乎，所以女儿也很放心说，哎，妈妈有找到自己的乐趣这样子，所以就不会失智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生病的，就是譬如说比较重病的，他觉得说
如果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他把一块粘土，其实粘土它是一块没有生命的东西，他去做一个 Hello Kitty 来送人，他觉得好开心哦，然后做一个角落生物或是多肉植物，他来赠送人的那种心，欢喜心有没有，就会好像会疗愈他的心灵。其实这些让我看到，就是说他可以用我的艺术作品啊疗愈他的心灵以外，在生活上里面形形色色他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超感动的。其实这一些不管是老老少少的有没有，都感动在心里这样子，所以真的是教学相长，没想到自己的艺术这样的专长可以分享那么多的爱给大家，对对，这是不一样的力量。那请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哦。那我其实就是感动的时刻很多啦，那有时候就是学生他做出来的作品啊，你在看完之后，他那个脸上那个笑容，你会觉得那种成就感啊，你很难以形容。你会觉得说这样子很值得。那像我有一位学生，他71岁，他本来在画彩绘的时候，他都很害怕。他说：“老师，我连叶子都不会画。”结果他就是有听到我讲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教室有一个看板很大，就写着这样：你不是来聊天的，你要画好，你回去一定要练习。不管什么手作都一样，就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结果他现在他是我第一个学生出去教彩绘的，他已经教一班结束了。他今天早上还来教室跟我讲：“老师，后面还有好几班呢，有一班是40个，怎么教？”我说：“打团体仗，就是同学会的人大家一起去。”那其实他这种感动，其实很多很多地方你会觉得说，成人教育绝对不能尝试，绝对不能尝试。你尝试的话，就有很多很多那个东西会出来。那你就是说啊，没关系啊，我如果我真的我不懂，我再去问我的老师或者怎么样，哎，这样他们都可以接受。所以有时候在感动之下，你会觉得说，学生对你的。老师，你再去学更多的东西来教我们，我一定跟你。像我的学生，大概都跟我很久了，都很多人。我在社大已经快迈入，我跟刘老师差不多一样，我们同一个时期进去社大，快20年，哇，快20年了。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动毅力在这边？那就是学生在后面一直 push 我们，一直我们你要学东西，你要教学生，你一定要新的东西一直出来。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他往上一点，他说：“老师，这个你会不会？你不会你就他就往别的地方走了。现在都很现实嘛，出钱的是最大嘛，我跟想跟谁学就跟谁学。所以他们，我最感动就是学生会不学，老师你赶快去学新的物件来教我教，他也不会去跑到别的，因为都有。”就是建构那个感情的基础都已经很稳固了，对，所以很多感动的事啊，就是很多都讲不完，就对了。对，所以学生给老师们满满的力。所以我们像我们打团体仗的时候，上个月我们去市政府那个老人科做了一个，就是里长跟里干事的那个培训。就是长照的，他们就做很简单，他们有上课，那排了一个课程给我，那我们就是做这种，就这个做这个，就后续接到很多很多那个年纪比较大说，老师在干那边待着啊，我把他 Q 啊，你就是慢慢去收藏，这个其实很好解，你到PUB外面。早上去拿都有很多，人家都丢掉。你要说米酒罐也可以。对啊，所以就是打团体仗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样很快。我们其实我们的课程就很快就结束，在时间内50个很快就结束。对，哇，这真的是让人家很感动。我们现在最后剩10分钟，因为我知道老师们他们都有带来 DIY 要分享给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其实在家里就可以简单的来制作。我们先从房老师开始好不好？其实缠绕画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因为它只要简单的线条重复画就好了，一点都不难。所以房老师今天要带大家来试试看缠绕画的魅力。我今天有带一个卡纸哦，
像这个就是我今天下午在中山卫生所带一些老人家画的哈，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基本的圆形架构哈，是，就先把圆形画出来，对不对？对，然后画出来之后哈，我们会在每一个，譬如说我这是中间是一个圆形的片段，然后这边是三角形片段，对，好，然后这边呢是正方形片段。然后外圈呢，这边又是一个三角形，然后这两个又是一个正方形的，对，这个叫做网络图。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些片段，好，这个是官方提供的一些片段图，好，然后这边是有一个三角形的，所以我们在提供学员们这些图，你就不会想说啊，我没有创意，我不晓得要该怎么画。他只画正方形，就对。对对，你就可以参考这里面的图，然后去做一个版面的配置，然后再加上一些色彩表现，啊，它就可以让一张图非常的丰富。是，而且画出来说啊，老师，我那下搞，我一个就碎了呢。哦，他们就会很有成就感。然后再加上一些像这个我就在大创买的一个颜色纸的底纸，你完成作品之后，你用双面胶把它粘上去。哦，就是如果说你只有一张作品白色的卡纸，他们会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够糟糕你啊。哎，你贴了之后就变成狗爸抠，啊，就是增加它的附加价值。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就在家里可以试试看。那那个图形可以去哪里找？上网找吗？这个上网找，你就打网络图，网络图，对，网络图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在里面挑自己喜欢的，然后你可以自己设计啊。譬如说这些正方形的，你可以塞一些什么图案进去。或者三角形的，你可以借由你周遭生活的观察，然后把一些线条或是涂黑的部分把它填进去，自己做一些安排。对，它可以画在饼干上，还可以吃掉。是，这是最实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李老师喽，李老师带来非常厉害，很简单，而且资源回收超强。我这个是在 Seven 买的咖啡杯，因为刚好圣诞节，那圣诞节到，它这个其实它上面的图案都已经很缤纷了。那你只要拿钳子，尖的东西把它打成洞，打成洞织好了之后呢，你又把盖子放上去。那我们这边口的地方把它弄掉，你放上 LED 灯上去，就可以呈现一个这样的。哇，现在摄影棚很亮，大家看不太出来，但是灯关掉之后一按，就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灯饰了。很简单，很快，而且资源回收再利用。对，好漂亮哦。好，最后我们要请刘老师了 ，DIY。其实我们随手可得的一个环保的东西有没有？像基金瓶有没有？这阿公阿妈喝完了以后有没有？洗干净以后，你看可以做出这样子的效果，好可爱，对不对？像这个是我们小朋友做的创意，因为刚好是圣诞节到了，有没有？做一个雪人老公公。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示范一个很简单的。你粘土的话，我们的七彩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其实这种亲子土的话，当然书店都可以买得到，只是材质会不一样而已。那我们今天来示范的话就很快哦，很快速度哦，好，哎，示范完刚好节目就要结束，真的，来，就一块土有没有在家里，你就可以这样子来压扁扁的，直接包上去，哇，好，然后来滚，其实孩子跟妈妈跟爸爸可以互动，像我们还有一个中山区有一个爸爸节，他就是爸爸日，他就是跟孩子跟爸爸互动，不是妈妈来互动，所以由爸爸带动孩子来做手作，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爸爸每天都很忙，有没有？那来搓一搓，好了以后来这个工具就是平常的一个牙签，把它画一画，哦，稍微画一下。材料画也可以画上去，对对，可以转圈圈，转圈圈，对，哦，因为粘土它是一个很简单，可以让你随心，对，随时可以塑形的，你把整个包满，好了以后，剩下的土呢，来搓长条，然后一样画，画一画来，组合上去的话，如果说怕它太干的话，就点一下白胶。家里的白胶，增加它的对，如果你湿度够的话，其实都不用，哇，好可爱，一个虎口就出来了哈。然后剩下的土来，做个水滴形，其实在里面的话就是圆形水滴长条，然后来组合上去一样，
脸上白胶，如果说今天家里没有白胶，就用水就可以了。来，圆圆的压扁。哎，你看这是什么啊？一个什么洒水器？对，懂吗？然后一样哦，是树皮的洒水器。嗯，所以其实表皮当然初学者的话，他们再戳几个洞。对，再戳几个洞。好，就一个洒水器，然后周边的那个花样的话，你就用一个绿色的树叶，不是草皮这样子哦，用洗手的姿态有没有这样子来洗手的姿态？嗯，很快哦。帅老师，你真的太厉害了。来，那如果你要配色，当然可以配黄色啦、蓝色、绿色都可以运用上去。这样好了以后对折，来把它贴在这边，就树皮的草丛。好，然后我们做几朵花，有没有把它贴上去？哇，老师你真的是超快速哎！快速哈、哦。对。随意你贴，好，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当然两面可以这样贴。好，贴完了以后，来，我们有个小瓢虫，很可爱的小瓢虫，把它架上去。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瓢虫就没在这边示范了。这样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这个做什么呢？它可以插花。哇！哦，那它也可以做我们的鼻筒。鼻筒。哇，好实用、哦，很实用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环保再生的一个艺术。没错。然后觉得不喜欢的，把它解开，再做其他的。对对，没错，你就可以做雪人，或是做这个牙签罐的熊熊。是。哎，这个也可以放牙签罐。好可爱哦、喔！是不是很可爱？对，超可爱的。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三位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艺术创作，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想要上课的话，记得打电话到基隆社区大学来查询，我们三位老师都在线上哦。非常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谢谢。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您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接蜡烛吧，来，好，我你走，小心要小心。年轻。1966的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这样就好了。对啊。哇，哎。
都给你算就好了。其实啊，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当然啊，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是哦，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 还有网络病毒啊、密码外泄啊，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别担心，回家后的长期照顾我们来帮您安排。长照出院准备服务，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出院三天前完成评估，连接长照服务，像是居家服务、居家护理、居家复健、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符合资格者回家一周内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长照出院准备服务，安心出院不担心。搬进社会住宅，每个月我可以多汇点钱回家，有管理员，有公社，跟邻居也处得很好。最重要的是，我要做爸爸了。等孩子出生，还可以申请三房的房型，让幸福住进来，社会住宅。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